种子队的选手呢已经做好了准备，计时开始。三个字，三个字。那个我们经常会看的那个那个楼根前有爷爷奶奶在那干嘛？取暖，取暖。那个楼房的根儿那块要坐一排，然后晒太阳。对对对对，答对了。对对对对。二四六七，七个字啊。七个字。第一个字是小的反义词。大大。对，那个老虎是森林之王，王大王来巡山。大王来巡山，不，中间少俩字，第一个，第三个字。大王什么来着？大王叫、那个、叫我来巡山。对对对对对，三个字，第一个我们每天都要什么习？学习。学习。第二个喵喵猫、啊。对，第三个学猫，学猫干什么？学猫叫。对，先说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是我三个字，我一。对，那个，然后这是什么动作？抱一抱抱。两个字，拥抱拥抱。对，那个。我一什么拥抱？这量词，我一个给我一个拥抱。对了，然后三个字啊，那个我们写错了之后要干嘛？改正啊，改正，改正。哎，这个，哎不对，这是小朋友们如果要是想制作一个什么东西，然后捏来捏去的那个是环，不是那捏、那个东西叫什么？橡皮泥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五个字啊，第一个字是坏的反义词，好四声。好，对，第二个我运什么动？运动，对，好动的橡皮泥，好动的那个，然后那个嘴特别大的那个动物，眼睛特别小，好动的什么？咬合力特别强那个嘴，嘴特别大，还喜欢在水里头待着。鳄鱼什么？鳄鱼，河马，河马，对，好动的河马，对，没错，下一个。我现在是属于哪个年龄阶段的人？中年人，中年，老年，再往前走走，青年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就很青年，我就很什么？高兴，高兴，我就很青，朝气，青春，对，青春，对，然后那个舞曲，不对，第三个字是自行车，自行车坏了我们要干嘛？修青春修炼手册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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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三个字啊，那个后两个字是我们这跳绳。那个第二个字是什么？绳。对对对对，绳子。对，然后第一个字呢就是跳绳子。第一个字就是绳子，切绳子，不是切，锯绳子，不是锯，砍，切。那个有弟弟有什么？哥哥绳子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哥绳子是首歌。哥绳子是首歌。四个字啊，那个山不在高有什么？天泽。不，水不在深。对，龙。第二个字是一个助词，龙的。对，然后那个哦，我知道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古老的船，对，传说，传什么？龙的传说，龙的传人，传人。对，好，下一个啊，这大的反义词，小小是什么？花，小花。我一定要猜出来。你说，就是我这个人非常的可爱，对，小可爱，对，可爱吗？这个歌名叫小可爱，对，中年人，中年人就不用说小可爱了，年小可爱。好，答对了九个，哇，厉害，九个，耶！好，下面轮到果实队来，计时开始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拔拉，对，拉对拉，那前面那个拔，然后你来叫了一堆拔萝卜，对，这个我是怎么样？飞两个字，飞翔。对，然后前面是，还是自由飞翔，自由飞翔，好无纪律的飞的啊！第一字，听我说啊，答对了，听我说，给予谢谢你，对，听我说谢谢你。这个大什么？船，大海，对，海。啊，第二字是翔，海花。第二个字是小花，另外一个想象，不对，海草，哎，对对对，海草，然后就我在干什么？海草舞，对，哎，好，它是一种动物，泥鳅，你捉泥鳅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下一个，第三个字是幸福，三，哎，它是我的什么贝？宝贝，对，宝三。三宝，对，然后前面是吉祥的幸福，哎，对了，好，哎，第一个字是大的反义词，小，第二个字是大的反义词，小，对，然后小，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？小小世界，
哎，对，厉害。锅干嘛呢？闹哈利波特喜欢玩那种魔法，魔法、啊。对对对，然后我们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什么魔法世界？对，然后我们住在哪里？房子，房子，城堡，城堡。哦，魔法城堡。对，好的。然后看不见的，看我不见了，我这叫什么样？黑，看不见的，看不到。那这样，这样，这是什么？飞？不是不是，我胳膊。哥，用完飞了吧？翅膀，对，看不见了、哎，隐形的翅膀。哎，对对对，聪明，啊，哎，你爱吃吗？这个，这个难，爱吃，就是那种软软的、白白的，就在一个大棍上那种棉花糖。对，然后中间是我，什么你？和我和你。然后是棉花糖和云朵妈妈。对。哎。我们洋娃娃和小熊跳舞。哎哎，对了，告诉我谁是洋娃娃？小朋友。小熊。一天。瘦小熊。你们也答对了九个。哇哇，又打平手了。是的。好厉害。给小朋友们来画笑脸了。啊啊！帅帅的阳光小男孩。